里东华公园是中原里面散步的好所在，不过美丽河边已经有很多垃圾点。在中原里长林俊德和志工的努力下，才有现在清洁的模样。八里洞外公园美丽河边风景，让人感觉心情愉快。尤其是这个在龙美路一段后面的小广场，是龙湾里面运动休闲的好所在。不过看里长手头提这个纸刊，这以前竟然是一个粪扫一堆的脏乱点。当我当里长的时候，这块土地啊是现在这个样子，里面有很多的废弃物、跟废船、跟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这时候我们这里林长啊，有30个林长啊，跟我们的环保义工啊，就利用几个月时间啊，把这块土地啊，变成我们目前所看到这个样子。在里长的用心之下，脏乱点变成是一个好所在，让里民拢感觉真欢喜。尤其是对倒沙岗的志工来讲，感受特别深。有穿一挂粪扫啊，公所人来载啊。有穿这久无？穿他个。我拢十天穿一届啦，无一届做伙穿啦，伤忝啦，好像弄了两三个月才弄好了。现在看到这样有很有成就感吗？哦，很好啊，大家说赞。不管是阿公带查某孙仔，也是好朋友小组来运动，这个小小的休闲广场已经成为附近民众生活当中重要场所。记者蔡俊凯、李美辉、办理采访报道。